您痛哪里？腹沟痛，然后这边痛。哇，太好了。这边痛，然后屁股是这边痛。哇、哦，你痛那么这块啊？就是这块连着，就这边都不舒服。这边就是自己能摸这个。哦，是是是。好，他痛哈、哦，假设哈、哦，假设啊、没啊、这里腹股沟哈、哦，这里属屁股哈、哦，屁股，那这里痛，这里下面我只要臀横纹下面的、也是属屁股，那膝盖也是属屁股，所以他这里到这里，通通一个点就可以解决了。如果你没有原始点，你看你要分几颗啊？这里可能去找。内科嘞，这个是好、哦。那你还有一个旁边，你说臀部哪里痛？臀部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就是、好，您转过来。我这个位置拽过、磕过，就是磕到这块位置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屁股上缘痛，也就是髂骨痛。这里痛要找哪里？我们早上讲腰椎的啊，这里大家就厉害了。这里痛就是这里对过来，然后一巴掌，所以答案就在这里，是吧？那。屁股哪里痛？这里也痛吗？对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他只痛到这里啊，屁股上缘，大家看，那他下面这一段没有痛啊，是吧？不痛。这，那屁股这里不痛，这里就不要推了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他只有腰椎还有臀部原始点就可以解决他现在的问题。你这样多久了？两年多了。那就做吧。你说你这里痛是吧？对对对。这里都两年了是吧？好，这一点痛吗？不是很痛。这一点呢？这都很痛。哦，我在这里，这里呢？也有一点点。这里呢？这里痛。有一点。哦，这里好，这里嘛好，这里痛好。啊，这里下面反而不痛。对对。好，啊，这一点呢？这一点。哦，那你这里痛到这里来，大家看哈、哦，他说髂骨上缘，我们画过去，对不对？如果从这里一巴掌，他痛点在这里，刚好就在这里很高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找这一段他才是最痛，反而下面没有痛点。一般髂骨痛，我大部分是在这里找到，像早上大家还记得吧？这里就找到痛，但是他这里反而没有，他是在这里，所以我说。原始痛点有没有固定痛在哪个位置？没有，它的范围里面找到的就对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原始点好，我们再对测看看，这一点痛吗？一点点。这里呢？这里也可以承受。那、下面呢？坐到这个位置，下边拉的痛。哦。有感觉。哦，这里就有感觉了哈。往下坐。大家有没有注意，他跑到对测来了？哦，这个是跑道对侧啊，这里呢？这都可以，这里可以啊，这里痛是吧？这一点也不是太痛，就是有拉扯的感觉。对，对往下坐到这儿，这下边就有感觉。哦，好，哦，我坐对侧的时候它有感觉，好，那就把它挪开吧。好，好，那这里也顺便帮你挪开。好，那你说脚这一脚的，这条腿，好，他腹股沟痛，好，这里疼吗？痛，痛哈，对，这都痛，哇，这痛，这痛，哇。这里疼不疼？这里不是痛，这里就没有那么疼。这里痛了。这里痛了哈。这里呢？这里不是太痛。这里就没有那么痛。对，没有那么痛。好。差不多痛这一段，这一段最痛。我翻过来，因为左手没力，再换一手。这里是不是很疼？这里呢？这里也痛，但是没有这个痛。好。还是这里疼不疼？
这个差不多第一个点。这一点再帮你揉几下哈，这里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可以起来。好，您感觉看看。我感觉热了。热。热。是哈、哦。嗯，就是很热很热的那种感觉。是哦。轻了。轻了哈、哦，这条腿要始终，这条腿始终是沉，总是沉，我总是敲筋啊，总是自己敲、哦。敲哪个筋？就是这条经络呀、啊，总是这么敲、哦。这个叫什么筋？膀胱经吗？膀胱经。反正你也有人讲对了哈、嗯，反正管它什么经哈、嗯。但敲这个会有帮助吗？有点感觉，反正就是敲一会儿了，它就不那么酸。比较不。哎就是你们可以这样敲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真正的开，我说其他的开关哈、哦，都是属什么？小开关，记得这一句话。其实稍微舒服，那个很快，慢慢就会回来。真正治疗点一定是在哪里？屁股。你敲有没有这个好用？没有，没有，就能缓解一下嘛。它缓解一下，你看，缓解一下那个舒服点。我说的不能持久。所以我说针灸穴位为什么小开关，我就是在指这个。好，平常小病可以玩玩，但等到严重，它还没有够严重，等到躺不起来筋绷很紧的时候，非大开关就不行了。好，这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哦，大开关的好用。现在应该整个都松了吧，还有包括膝盖，膝盖总是热的，这块啊，你刚刚膝盖这里也松了吧，你昨天一下飞机就已经痛了。哦，就是说一凉了就感觉到比较重了、啊、是好、那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